咦，阿陳喎、剔除法啦，佢又玩唔到鬼屋嘅，過山車佢都唔得嘅，拍拖冇可能啦，佢冇諗住高攀我，拍戲同去無人島，咁啊拍戲好似爽啲喎，無啦啦唔好去無人島啦，我哋呢個姜圖一齊去無人島。點解？因為有佢出現嘅地方都會好多人好逼，咁佢無人島就可以避咗啲人嘅追住嗰啲嘢。誰啊？這是誰啊？他是跟你很有關係的人。哦，拍戲嘛，就拍戲比較好，因為我覺得他是一個很優秀的導演，我也跟他拍了戲，我覺得他很認真，很有他的風格。太仔，咦，同佢去啊？一齊去無人島啦！佢拍完《一秒拳王》應該好打嘅，咁仲加埋嗰啲少少嘅波城，咁大家都應該可以喺嗰度殺敵下嘅一個無人島度。換一個，我要找小鮮肉才行。有幾個是你看見過的？這個小鮮肉我喜歡，我覺得他是一個比較甜蜜的、比較乖的。他是偶像嗎？他是偶像，就是很偶像的那個感覺，所以他可能不會去蘭桂坊。或者他要去蓝矿，带一个我的这个红头发，别人都不知道哈，无人岛吧？好，还是谈恋爱？谈恋爱是无人岛谈恋爱也可以。对啊，两个都可以啊。咁多位，请大家多多支持七月翻归，我哋戏院见，小心吓亲。七月翻归，七月翻归，戏院见。OK， 七月翻归，戏院见。